我闻到了黑魔法。哦哟，奥恩没来。点点滚点，他不会回家了吧？滚，在黑暗中所有东西，点滚点点强攻卡视野，别吃，令人恐惧的秘密，只能我吃。First blood。 哎呦，这能抠着我。未打野，告诉打野过来帮我们反蹲一下啊！他两个兵，他能打啥装备呀？两个兵都能打出来布甲来？点点滚点。点点滚点，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快来杀你弟弟。点一点点滚，罪恶潜伏的够久，走了。化元素圣音，干哈呀？先生见到清洗血，啊，回血差一丢丢，不过没关系，正好他传送出来兵线很好，我们买个攻速海，要不然我攻速海不够钱。小心点，早 Q 啊，我在判断刚才到底能不能打得死。这狗熊还真就打不过潘森，我感觉要双杀了。点点滚点，急了！哎呦，这都没死啊！你干啥呢？这你都敢冲过来？我没想到啊！吃个塔皮吧，
这老些兵，哎呀，我说实话，这波兵推的呀有点慢了，他回来应该能吃到兵。点点点点点点，小反甲这是一定的了。对，就顶。哎呀，操！这一拳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开啥？我没有蓝，我刚有蓝开大吗？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小心点儿，滚点点地上点点点点点点滚点点点点，为什么不骂我？哎呀，这也能抽着，皮层之法官，黑夜也会怕我。呀，我应该带个小长剑的，出错了。这把别的不怕，怕谁起来呢？怕下路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那寒冰的手比我长，干啥呢这？干什么？真是操啊！你不玩，你跟他去，你来我这干什么玩了呢？我听见了。哎呦我操，这真是没完没了，这为十分钟也不十分钟，两分钟之内来我上路四趟，我操了，我脑袋疼，眼睛这一点脑袋大，一直来呀，我天哪，在黑暗中
这跟我选 AD 打上路没什么关系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只有想抓跟不想抓。但是在别人打野，哎，投了得了吧，我傻逼不想玩，那咋整呢？算了，不行不行，投了得了。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你看你自己崩了就崩了呗，你说还不让别人玩，你这膈应人不？真膈应人。下路来了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我靠，飞这么远。1750。趁黑出动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别打，别打。哎呦我操！我盾攻你杀我！我盾攻你要杀我啊，小伙子！又死了，嗯，死死了吧。我听见了一只呼喊。推。我闻到哎呦啊，人真多呀。还来攻速吧。这上路这线儿没法待，你看见没有，一待就这老些人，全是人啊。在黑暗中所有东西都将被揭开。红有没有？还可以，我们打个红。坏了，
好事儿。突然之间，坏事变成好事儿了。这完了，这全是人呐！这咋三个人？防御塔咋没了呢？我才发现，我还以为有塔呢。我寻我搁塔下待着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潘森跳啊，我也死不了。我靠，没有防御塔。那潘森挺吓人的，回回都要哦啊。不能去上路，上路是个是非之地，我们得来中。小心点。好勾。对，就上寒冰，上寒冰来，可以上。换了行，我们是劣势局，跟他们换没啥关系。这把，破败出完，我们得出点血量装了，如果队友想玩的话啊，这得出血量装了，出个蓝盾之类的，出个蓝盾反甲。趁黑出动，小龙打了，为一个人打不过我，下路给他们推了吧。好出来，终于让我勾引出来了啊，上当了。高地要掉的话，我现在回去高地也没了，算了。感觉啊，好像潘森要来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给我盾给我吓出来了。再见。还扎我，再见。再见，别追了，哎。这里头有眼儿啊，这里头啊，其实这波有点狼了，我回家好了，贪了个鸡儿。
啊，没听见啊，没听见，这回能听见了吗？我说那潘森啊，闪现把我踩着了，他不杀女枪，那女枪没伤害，他们不杀，你知道吗？杀我，烦死了，这潘森。还有那魏，他们目标很明确，发现没有？这英雄不讲道理呀！真膈应这潘森，妈的，怎么能让这潘森打我，打不死我？出个水银，加个春哥呀，想想啊。蓝盾，蓝盾加水银，踩着我直接解，省着他们家还有那莫甘娜的控制，我很有可能都会被控，我得要个水银。没关系，他们家的龙。撤吧，少人，三打五不一定能打得过。你瞅这位，吃错药了是吧？操啊！真不讲道理呀！顶着我大呀！我操了！得要锤石，锤石得能保我们才行。那女枪打到我，你都不掉血。